开始录咯。OK， 好，谢谢。哎，干！哎，音乐关掉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哎，好，说牛顿第一定律、第二定律、光合作用概念，现在讲第三定律。第三定律也蛮简单的，对。第三定律就是，哎，刚好哎，你来之前我都在复习而已，没有讲新的。复习也是 OK 的。也不是故意的。那你要想，其实你要复习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很多问题哦，所以很多东西可能对上次我们讲解的部分并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。就半价了。那我再提醒一下各位哈，我讲的内容课本上都大声有讲过，哦，我只做一个补充，所以你一定要看过课本。课本要看哪里呢？就全看了。什么叫全看？就哪一本哪一章？立于美啊。然后翻到那个学习单的第第八页，第五页。学习单的第五页。哦，好。他要告诉你哈，叫做国中第一行，国中自然三上零二，什么意思？第二章运动。啊，就是第三上的这一册的第二章。我快写完喽。三章第二章呢，麻烦各位就要看一下，所以记得哈，我知道有些同学在其他课程上都预习啊，尤其像中文的部分预习的非常的完整。是谁？但是我知道自然的部分很少同学有预习的，很多同学高中都因为没有时间预习，因为中文要看。那为什么中文有时间预习呢？因为中文今天讲的。哦，对，阿罗开始不爽了。你为什么要这样欺负阿罗？阿罗只是拍照。你记得哈，中英文自然要预习，不是英文啊，自然要预习，英文要预习是英文的事情，英文中文要预习中文的事情。那自然要预习，好不好？回去记得要预习哈。我们现在看到第六页，就是第三运动定律。所以麻烦你这次回去呢，理论上你要复习第二章的前面，你要预习后面的部分啊，圆周运动啊，外有力的部分要预习。接下来要讲公允了，我们速度有点慢了，下礼拜一的第二堂课呢，我做个小小的测验，测验第一章跟第二章的部分。不要了，修一，修一，我哎，为什么不要？修一不要，因为我都不很担心你都不很好，真不好。好，那么讲一下第三运动定律，来，有谁可以告诉我什么叫第三运动定律？作用力等于反作用。什么叫做作用力反作用力？就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产生，同时消失，方向相反，大小相等，不能互相抵消。还少一个重点，我还告诉你少个重点，那边写有啊。再讲一遍，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同时产生，同时消失，方向相反，大小相等，不能互相抵消啊。再讲一遍。你现在找啥一个重点？啊，还少一个重点。来，谁可以告诉我这个重点是什么？加半大点。半大点是什么？半大点。你要算2.5大点。投入吗？对，就是相当于2.5点的投入。好烦哦，那投入之下还要什么？入球吗？还要打球吗？来，快点，快点。要打球。那个冠元讲的非常好，先加一点啊。会员需要加入啊，都是投入点。讲错了，你要加入什么？少了一个重点，那个重点是什么？而你上次来浩轩说的重点是什么？互相抵消是重点啊，不能互相抵消。原因是什么？为什么不能互相抵消？浩轩讲一下。我知道，那表示你没有不求甚解嘛。没有，因为我上次没有写那个啊，我就写了、那个。写了，我说这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告诉你原因是什么？没有。对呀、啊，那你为什么不去查？因为他们两个，那你就接受我的答案吗？他们两个力不能互相抵消。为什么不能互相抵消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为什么？这是定义。这定义？什么？这不是定义哦，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一个现象，不是定义哦。对啊。这个牛顿三大运动，牛顿三大运动定律都是现象。他只是在解释。但是根据第二运动定律，我们定义出力。定义出力的大小，但是三个都是一个现象。定律呢是表示是在宇宙万物中间存在的一个现象，是定律哈、哦。所以它不是发明，它也是被定义出来的。好，什么是作用力反作用力？刚我们冠宇讲的，大小它的方向相反，不能互相抵消，同时产生，同时消失，
为什么不能互相抵消？啊？为什么不能互相抵消？没有互相抵消吗？反作用力应该是我推他，然后我自己被推到，不是反作用力。对，然后呢？因为他不能同时抵消，不能同时抵消。因为他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，方向不一样。那你看哦。我是成功方向上，他在楼上，他们不是碰在一起，他们是在这一点做快。我推的力量可能就是让他反弹，所以他不会抵消，因为有反作用力就不会有抵消。你自破反弹？什么叫有反作用力不会抵消？就是，当我今天推这个东西，哎，你把我推走是反作用力。没有，那看起来是低的。他看起来就是低。好，等一下，同学。第一个乱评论是不对的，第二个负评论是不对的，第三个在课堂上不要这样讲些奇奇怪怪的话。对吗？对。他认真在做个演示，我觉得是应该被支持的。好，先帮你加一点。是他们两个要靠一点。他们俩都要靠一点。没有，但是这题。冠冠言题。停。他的演示了，你还是没有解释。就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当我会被往回推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已经不会。为什么不会抵消啊？我们如果从学理上来说，为什么它不会抵消？你看哦，这个方块被这边出个 Df1， 这边出个 Df2， 它就抵消了。所以我方向相反啦。所以，他刚举手很久，我叫他等一下了。来，子龙，你说。我会画图吗？可以。我就是因为说，那么他讲过去说打过去，就没有打过去。然后第一个跑过来撞那边，对，然后就变成这样。然后他这个过去的话，作用力施力在这个地方，他的力量是往边跑，对。但是反作用力施力在这个地方，对。就是一个，就是如果今天他没有足运动摩擦力的话，一个不往那边跑，另一个往那边跑，它就很像是这样子，是相反方向，就很像说你往后面走，我往后面走。但是它其实不会影响，我觉得就是。所以 ，OK， 好，简单来讲，就是它受力的东西是什么 ？OK， 好呀， yeah， 没错，你们两个都讲得很好。所以学员有投入。哎，对。为什么他这样就可以加一点？加因为我简单的啊，我这加了投入点，他只有4点5点啊。下课之前没把这一点，把这半点补起来，这4点5点就没有用了。然后学员觉得百般的阻挠我，我得到了最后。所以，他们。所以你也可以说成说，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是在介质上面，在介面上面，在介面上产生。再说清楚一点。在两物体的接触面上产生，所以都不会进入自身物体。没进入自身物体。好吧，意思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不太理解。就是说他们。下来解释一下。我知道他在讲什么。好，你知道？对，原来你跟他真的骂起。没有没有，我只是理解比较详细一点，因为我说的大概是在介质方向，然后低了，所以当它产生的同时，它也产生了这个，可是同时它们也交汇，消费过去。哎，所以呢，就在这样，所以他们其实应该是说这边的力会在这边，然后这边。好，问一个问题啊，我问一个问题，我问一个问题，好。我问你，这是一个磁铁，呀，这是一个桌面上的一个铁块，对，它没有吸上去哦，但是你可以知道它有吸引力，可以知道，我只是没有靠近它，让它啪吸起来，但它对它已经有吸引力，对不对？对或不对？对或不对？现在有两个支持了。赞成对的请举手。这个磁铁要靠近这个铁之前，会对它开始产生一个吸引力，对不对？对的请举手。他们会互相吸。这个铁靠近磁铁之前，应该是磁铁靠近磁铁才会吸铁。好，这是一个铁放在手上，这是一个磁铁靠近它了，快吸到了，它另外一个点啪就吸上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在那点之前，我还没爬上来之前，就像我的磁铁对这个铁有没有吸引力？有啊，有吸引力吧？同意不同意？可是作为有引力来讲，它就算拿很远，它还是有吸引力。对。我说磁力来讲，那么也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很远还是有吸引力啊？只是因为这时候它有重量，有重力，所以被它往下拉嘛。好，那问个问题哦，这时候这个铁对它有反作用力，然后
这个铁对这个磁铁有没有反作用力？有啊。哦。没有吧？没有，没有，因为他们没有接触。没有。有或没有？来，快点，快点。它加速，它有那个吸的力量。所以你说它有吸引力，但是没有接触，所以没有反作用力。因为它没有接触，所以它没有造成说实际上面的反作用力。OK， 好，这是一个说法。他们可能在吸的那一刻会产生反作用力，可能因为它的吸力比反作用力还大，所以它整个吸的。吸力比反作用力还大，这是不科学的。好，那什么是科学的？就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一定是相，大小一定会相等。你当然相等。那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？我这样吸的时候有反作用力吗？有，有反作用力。OK， 一个是说有，一个是说没有。没有。没有，再可以有的请举手。我们可以拿一个磁铁在一个铁盒在测不出来。那我们来看呢，大概有没有？来说一下。我们可以测测看啊。就开始了，一个非常可怕的。嗯。这是一个的怀柔度。没有盯着是磁铁啊，我知道是。每次都是怪原因引起的。等一下，怀柔度。等一下，我们进入一个怀柔度的里面，超赞的。为什么又有磁铁？哦，因为那个门要吸啊。啊，吸那有办法做吗？这大家啊，这个开玩笑。那我来下场呀。还是那个要把局换单成就，我把我爸喜欢的那个啊。就不能喜欢，就那个，哦，这地方在国外的呀。我们要生意蛋黄，是不是？都是爸爸做的，还不能吃掉我。啊，收益小公司，这个。有有有有有，来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，我还需要一条绳子。你的这样可以漆黑吧？可以啊，黑板怎么就不是印度可以吗？好笨啊！你好笨哦，你看一下英文教室的头半边好不好？今天居然跟漆黑一样。我分析实际分大笑话。好，看一下啊、哦，先表示发现。来，这是。我现在靠过他了，靠近他了。为什么要靠近他？他有动了。为什么不要靠近他？好，他没有吸过来的时候，我们讲说他没有吸过来是吸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反作用力为什么？如果有反作用力的话，就撞在一起的时候，它在震荡，就是反作用力的。哎。我们来想象一下，你刚刚不是推，对啊，推罐油吗？啊，一定是。推你不要这样推，你慢慢推，你好好推。一定要接触力才有反作用力。听，你觉得反作用力是什么？就是我推他的时候，他不给我推，然后我就会因为自己推他。OK， 好。所以呢，假设我打棒球，打到球那一刹那，棒球往后不给我打，我觉得反作用力是什么？球就是你会有那个感觉，啊、好，有那种被打到的感觉。哦，会被打到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去打球，跟我棒子停在这不动，我球转过来，这种感觉一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一个是你有跟他去做支撑，一个是你就让他过来。哎、欸，你也可以支撑他。一个是支撑就变成小，转打他其实是。好，或者换个角度想。会比较轻一点。我站在这边不动，一个球棒子撞到我，跟我跑得很快去转个球，一不一样？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就是球撞到你一样。啊，因为你也有需要，一个是靠头的速度，一个靠角度速度一样快呢，一个是两个相加的速度，就是应该没有差，哎，有，就是当他撞到你，球撞到你的时候，觉得你会有内向，但当你冲过去的时候，就比较不会有内向。吃什么？因为你就整个人站在那边，他球直接啪。啊，那你撞过去的时候，什么你就比较不会内向？因为你在运动当中啊。为什么你要用这种方式去解释这一件事情？那我们可以回到原本。你没有看过那个球，我现在传给你，就是两个球，靠，你觉得靠过来的时候跟靠过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基本上是没有了。或者是有两个球一起来的，靠，它不是靠，不会这样的吗？这样会反弹更远。不会。哎，我不管它远不远的那一刹那哦，就是说。
你去仔细观察这个球，我们靠近靠近靠近那球，靠靠靠跟靠靠靠，有差别吗？两颗球都会动，这样的时候会抵消，这样的时候力量不会。什么抵消？就两个撞在一起的时候力量不会抵消，作用力抵消。我们可以现在来做做看。我现在没有东西。就拿你的睾丸。不要哦！
所以没有，没有啊，你顶着、哦。会痛。会痛吗？但是会痛嘛，对不对？要，你可以觉得真的冲一点点快。对，但是我讲真的是顶着的力量啊，你顶着还是痛，但是我轻轻顶着那一瞬间，是让我拍下去的时候你没有震荡嘛，但是顶着而已哦。哦，是因为我的拳头痛击到骨头之类的东西。对，那个东西事实上不用一定要撞击，是让你顶着就是受力了，受力就是可能会痛。你脚站着为什么会酸？只有用力啊。因为地球在你的反作用力在作用在你身上，酸。好、哦，有个作用力在作用在你身上。因为脂肪会流下去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在地面上面也是反作用力。所以简单来讲，反作用力的意思是说，我作用在你身上，你会作用在我身上。哦，我推你，你会推我，所以理论上，假设你们两个这样坐的都是那种有轮的椅子，你要互推会怎么样？两个人，所以我看到那个板桩力，就是用这两个球撞到之后，他两个，我推他，他往这边，我推他，他往这边，对，两个互推会这样再弹回来，对，这叫板桩力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现象哈，所以板桩力大家有感觉就是。我刚刚拿另外一家生物不见了。对啊，吃掉这边。好、啊。不能。哈哈哈哈哈。真的把我吃掉。肚子饿了。你为什么要把课本丢在地板上？它掉下去了。然后脚踩它。我觉得我没有踩它。有啊，没踩到。你的脚不是笨，在走动，它会被压。对。啊。讲什么？手一笑了，先生，不要那个劲，气死我了，一点发，气死我也，气死我，哎，不然应该是气煞，气煞老婆，霸气的兄弟，你要摸很远吗？这样，说死我了，哎，陈建伟，你要用这东西锤蛋吗？你要用这东西我锤到三楼锤蛋，价格给你100块。我们有三楼的。有啊有啊。上得去吗？上得去啊，我就上去过了。等下带我。你们老师去了什么的？我们去了什么？没有啦，上去的时候老深的。没有吧？来看一下啊。我没上去过。你也没上去过吗？我。他一定有啊。有吗？感觉是啥好深的，然后我没上去。我以为只有今天让我听懂。那因为大家是帮忙。来，我慢慢的把它拉起来啊，大家看一下，它会不会靠近一点点？不是要爬上去吗？你说一次拉两个。你这距离多长啊？离？那是磁铁吧？就磁铁哦。那他们就不会弹开来，然后会粘在一起？就跟距离超有关系。然后就一起动。只要这两个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欢乐。
击。哎，那个学联帮一忙。我的学联。帮我拿一下手机。帮看一下。下巴尔。帮我帮他这个老板讲。谁有什么下巴？学联。放嘴巴一。放出去。哎，红的。那美嘉再次，帮我再放一次。都没有刚改的怪怪的。我有双数，定那个木板上去定的，还没到这一次过去。这直播呢？天啊！还不是那只小猴子。我早就去了。真的。来，同学看一下哈，很快。打。这就是第一次。要放手。好，来，打手指头可以提过来。等他表演。哦。那个是非常厉害。啊！掏心掏肺的。来，同学看一下哈，看一下，先休息看一下。啊！肯定在一起啊！圈圈，太棒了！先休息。哎。哎，你已经换过。我现在开不了。好，我现在比较靠近一点的时候，大家看什么时候身子开始歪嘛。啊！哎，开始歪了，开始歪了。有哎，有歪。身体有歪吗？歪哦。两条身子歪还是只有歪一边？两条。我们两个真的歪，小的啊，小的会歪圆的。在我没有吸，两个没有吸起来之前，两个真的都歪。嗯，好，不一样，这是超距力。啊，超距力。这是超距力。哦，超距力，超距就是没有距。它两个没有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它不需要接触的时候，它非接触力嘛，它不需要靠在一起，要吸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呀。看一下，是这是我们反作用力。没有。超距离没有反作用，有没有反作用？你想一下。你说在吸的时候还没撞到的。对，还没撞到，有没有反作用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我觉得没有。那为什么两条绳都歪？有吧，因为两个人互相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对啊，如果没有反作用力，为什么两条绳都歪？你刚刚互相吸，对不对？这样应该不叫反作用力啊，这样子。反作用是什么？因为我对你，对我这样不是反作用力。那当然是反作用力啊。就是说我对你是，是一个作用力，你也对我是。是一个作用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是主动的，都是主动的，两个都是攻。那哎，所以等下，我现在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你会解释一下你的反作用？就是我打他的时候，我会往后，不一定往后，不是，就是我会有一股感觉，说我被修一推了一下，可是其实修一没有推我。简单来讲，你去打木头，你虽然对木头施力，但是你手会痛。我是木头啊？为什么你会痛？啊？因为对。因为有反作用，因为木头会打你嘛，你打木头，木头打你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？那就是反作用力啊，所以跟主动被动有关系？应该是没有啊。有啦，木头算是被动，因为你不打它，它就不会打你。所以它是被动，所以它不会有反作用力。啊，会啊，会啊，被动会反击哦。被动反作用力。其实这两个力哦，只是一种我们概念上的说法。你可以假设我现在站在木头的角度。你打他，绝对愤怒。我现在把我的角度看在，我现在我是跟着你的拳头一起走。啊。有点速度多快，你的拳头速度多快，就是速度多快的情况之下。我感觉什么？我感觉是木头撞过来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拳头的时候，你是看着。我跟拳头没有相对速度。我在烈火神往前开，然后前面也有一台火神不爱停在里面，看起来就像是前面那台火神冲过来。不会啊。没有。会啊。当然会啊。当然会啊，你很简单，你坐在车子里面，假设没有感觉车在动的话，车子慢慢的移动的话，你看旁边柱子移过来，就觉得柱子很在移动。啊，只是因为你知道你在移动而已啊，对不然看起来都他们转过来啊。所以事实上，速度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，力量是相对的概念。所以说，所有的作用力跟反作用，只是看说你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件事情。对啊。所以没有所谓的被动跟主动，什么主动才有反作用力，被动就没有反作用力，没有这种事情啊，了解。只要任何两个力量互相作用，就有所谓的作用力跟反作用力的问题了。所以不一定要碰在一起啊，不一定要碰在一起。所以刚刚的实验告诉你说，就算是磁铁，它是超距力，它不用接触也可以有作用力的话，只要有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。啊，可是如果是铁嘞，就是也是一样，因为我现在没有铁可以做这个实验，但是铁会，因为刚来到这边来做，是因为这太重了，所以你看不到它被吸歪的感觉。啊，如果再轻一点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它被吸过来，还是可以被吸过来。就是它的反作用力，是不是因为它质量比较大，所以它吸过来的时候，它是比较不会被吸住，所以就不会跑过来。没有错，就
对象是我，我对地球失利，我在对地球失利。有啊。地球什么感觉？有啊。地球感觉可能很小，因为它质量很大，它质量很大，所以它相对它的它的加速就非常非常小啊。跟它质量是有关系的。好，所以呢，作用力跟反作用力需不需要一定要碰在一起？哦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不需要。好，像地球吸引的月亮。啊。月亮的吸引。啊。这什么意思？都知道，知道，知道，都给。都知道了，非常好。他说说，他说说。叫我想你啊。你来当沈老师。那作用力跟反作用力这件事情，我们运用在日常生活中，大部分用在哪里？我想你一下。我推你一下，然后我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运动在哪里？高空弹跳怎么算？高空弹跳怎么样？顶你就那个橡皮筋下去拉住绳子，然后绳子就在手里。哎，不对，跟玩球一样像。你讲说高空弹跳的东西，不在于说玩球，你看我打球，它是弹射，我就是要用反作用力弹起来啊。那那弹弓也是啊。弹弓怎么样？我往后拉，然后就是要弹。没有吧？那个不是你还要放掉啊？那个跟高空弹跳对啊，不太一样。那个是一种蓄力的意识，你把力量蓄在里面，这是一种反作用力，你靠地板的反作用力把它弹起来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弹弓我施在里面，我手放开，它被弹出去。哦，这算是反作用力吗？不算。反作用力是什么？反作用力是你施了一个力，力施了一个力。对嘛，我施一个力给这个 A 物质，所以 A 物体同时施一个力在我身上。我像拉橡皮，我拉了半开，它反弹，这算不算反作用力？拉了然后反弹，不算啊。当然不算了。都不算，它啪，就是人家说啊，今天我把手椅往那边扯，哎，那你就搞扯，你硬要往那边，然后放开就没事。你放开的时候，你就没作用力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所以兄弟就可以用靠自己的力量。他是你放开的时候，你就作用在我身上。没有。那这时候不反作用力？他在复习。就没有了。我们现在作用力，我刚刚讲作用力跟反作用力同时间产生。当你没有作用力的时候，就没有反作用力，就消失了。刚刚讲的都是蓄力的意思。如果把一个力量储存在橡皮筋里面，储存在橡皮筋里面，就橡皮筋储存一个能量。我突然间把这能量释放开来，就橡皮筋弹出去了。这个弹出去的力跟我施的力大小没关系，大小没有关系哦。学姐，懂没？大小没有关系哦。这个我施的力，我是储存能量在里面，跟我放开之后弹出去的力是没有大小没有关系。但是作用力跟反作用力什么意思？是大小没关系。你是多大，你就会得到多大的。对。就同时间发生的，啊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会利用到这个原理，会用在什么地方？火箭。火箭。飞机。啊、火箭，飞机是不是？飞机也是啊、哦。喷射引擎那个。喷射是有的不是。啊，有的是有的不是。哪些不是？我不知道啊，都是猜而已。你说我说对不对吗？OK， 那我对不对？那对。飞机算是啦、啊，好，我对空气施力，对空气对我身上的施力。游泳是。你看课本。没有。我没有课本。游泳不是，我只是把水拉开往前进而已啊。脚是这样。我拉着这个东西往地上。刚刚休息。刚刚。那、啊、你拉着它，你为什么往前进？因为它卡在地面上。那你放脚，你握不到它卡在地面上。所以它往你进。它往你进。你拉着它，它怎么卡你？多准确，它一个。这是反作用力。对不对？这样没有错哦。你在太空中，你拉一个桌子，你们两个互相靠近，你会觉得是你靠近他，他靠近你。可是桌子有摩擦，有摩擦力。没有啊，太空中没有。我说你在太空中嘛。你在太空中，你去拉个桌子，或者你去拉个太空船，太空船给你身上绑一条绳子，你拉着太空船，把那绳子拉近、拉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是你靠近太空船，太空船靠近你。那太空船靠近我啊。可是如果太空船，那如果你拉不太空船，是拉了一个球，你拉它的时候，
是球靠近你还是你靠近他？他靠近球。靠近我啊。啊，从我的角度看都是一样，球靠近我或者太空人靠近我都是一样道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样道理？是啊。啊，对，没有错，有道理。那是一个感觉。这时候为什么你会向他靠近？或者他为什么会向你靠近？你说桌子啊、哦？不管桌子、球或者太空船，对我拉他。因为他浮在空中啊。浮在空中。所以什么意思？就拉拉就靠近了。如果他不浮在空中，就拉拉就靠近他。白痴啊！那在空中为什么不是拉拉你靠近他？啊，心态都一样啊。都一样啊，实际上都一样啊。所以不管在空中或在地面上，你拉他，你靠近他，他靠近是一样的意思。靠近是就是两者之间没有靠近。所以你说我靠近他或他靠近我，有没有一样？一不一样？龙圈一不一样？一样。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有没有一样？有一样。或没有一样？感觉上有没有一样？有。感觉。感觉上大家有点混沌的。我说有嘛哦。有些人有混沌的。哎，看过去。对，你们大家，你们大家。猜忌。很小。啊，我们经常会使用到太空船哦。太空船简单来讲，就是他把火箭的气体往外喷的时候，中间你把球。它太空船把气体往外喷的时候，为什么呢？太空船会前进？因为它有对地板或空气有就是喷射的东西。哦，喷气也是反作用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。谁给它反作用力？空气啊。空气给它反作用力没错，我是外面的空气给它反作用力，还是它喷出去的气体给它反作用力？它喷出去的气体。因为他们就是说作用力的面是在它那个喷的地方。事实上是每一个分子，每一个气体分子，我对每一个气体分子作用力，所以说每个气体会作用到身上的力。Iron Man，就像是假设，好，那个麻烦你们两个坐椅子的靠近一点。哇，那个轮椅的坐轮椅的靠近一点。哎，我坐的很靠近。然后麻烦你们屈膝，顶着对方的椅子，屈膝，然后踢出去。我们可以不要做这种事情吗？好了，你看他对他脚上是气体分子，他把他推出去的时候是为什么？他就飞走，这叫反作用力。这气体分子对他是一个力。反作用力。反作用力。好，再讲一遍。我说他是你，他是人家的。没有，他是看轻重问题啊。他看轻重的问题。再来。Like come on baby。换他踹你。我要踹你，踹到我的脚。好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来，我解释一下，同学解释一下，我解释一下，好啊，解释一下，不啊，解释，为什么是不会射？这个太空船，哎，好炫哦！我也这么觉得。人家宿舍的菜刀。他假设，他对这个气体分子，气体分子的气体分子质量有多少？我知道。怎么会知道呢？假设它燃烧变成二氧化碳的水啊，假设是二氧化碳嘛，我们就是二氧化碳的分子四是什么？墨啊？啊，四是墨，四是墨数，四是墨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质量是多少？墨才一个分子，不记得一个分子，一个分子除以六又是六乘以十的。二三四嘛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分子的重量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分子的重量。对，我同时间做那一摩尔的气体分子，一摩尔气体分子。耶。所以是几克？这一摩尔气体分子几克？四十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一次丢一摩尔的气体出去了，我燃烧产生二氧化碳，丢出去。假设我的太空船是十吨啊。就是几万公斤，好重哦，好重哦，对，太空船很重啊。肥子，我这时候把这个气体丢出去，我想产生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，一万牛顿呢？啊？是加速度？哎，对不起嘛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搞错了嘛，就少了一个平方嘛，不要这样很难过。作为一个老师。这样做很羞耻。好，请问一下，这个气体分子的加速度是多少？等一
道啊？一呀、啊，你当然知道啊。它有多少质量？对，质量就告诉你啊，44克。44啦。那就去除一万。除一万？谁除一万？什么叫除一万？不是，它应该不用除一万，因为它在太空中，所以它的那个重量根本就是屁。除10亿。有吧？除重量，我也跟你讲重量，讲质量。10亿除以44。为什么10亿？哪来的10亿？你的10亿在哪里？他换了功课啊。为什么换了功课？今天没下雨，跑了10亿。好，这不会，这个题目怎么处理啊，同学？哎，我讲的是实际上的题目哦，我们要从作用力跟反作用力来讨论这个事情哦。你这个是你的作业哦，把它都写下来哈、哦，抄下来。看很多人都没在动哈、哦，抄下来今天的作业。好，刚刚这题啊、哦，实际上你是我们刚刚讲的题目。啊，算了，这个你这题抄下来。这题是什么？可以接过啊。太空船在飞行。1万G 的。假设它这时候这一瞬间，它因为燃烧丢出了一摩尔的二氧化碳。它产生了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，像这个气体会往外，它的加速度多少？用了一摩尔的二氧化碳，让它加速度。产生了一摩尔的二氧化碳丢出去了，所以这一摩尔的二氧化碳被我丢出去了。多少？所以就是10亿除以，怎么算的？你不要告诉我结果嘛，怎么算的？你十亿怎么来的？请解答。慢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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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决定性的东西，3、4、4，然后会怎么样？有些拍照，等于4、4、3，我靠哎！所以呢，会怎么样？所以呢，就是这个问号 A 就会等于十乘以十的九次方，单位是什么？算出来结果单位是什么？是克吧？没有单位。没有单位。好，同学谢谢。那太奇怪了，你已经说。哦，不对，算出来之后单位是这个。单位写下来，写下来。用刮胡写一下。刮胡的。那我们刮胡刮胡。用来刮到那个眉毛。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好，我们先分配加一个投入程度，我们说对嘛？投入程度好难拿啊。对，投入程度太难拿，不能拿。5分钟以内，来，不要拿到这个。来，想看了，想看。哦，对哦，我还有半点。现对，想看，来，快点，你刚刚想一看，他投了6分钟，对或不对，到底在哪里？所以我要写清楚。他写的是白白的吗？对，白白写的。有一些是有擦掉啊，那个是到底是？对，大家解释清楚，我就写的擦掉。来，慢慢花时间，拖到下一个。毛哥哥，看到你了。坐上。我想看一下。他背对着我们，这边说。只有读数学教室。所以呢？你照顾我，你不在意，这个是，啊，要保留下，啊，
谢谢。你要拿那个。来，那个官员这样写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点？我觉得没有人看懂他。今天只剩一块了，我看了好不舒服。那你上来解释一下。我只是觉得他不够投入而已。问题在哪里？因为我们看不懂了，他是要解释给我们听的，不是他自己在那边说。因为他解释啊，解释啊，他解释没人听得懂啊。他根本就没有在解释啊。有啊，他解释，他解释，他的设计是解释啊。我觉得他算是他没有讲。所以然后那个火箭，我觉得一是什么？我觉得十是什么？哎，他们第一个便宜，你火箭怎么样？火箭是一万，一万多一，对，一万，对一万多，对，哎，对是的。好，同学，简单来说，看一下这里哈。嗯，对啊，对。这个火箭呢？要看球。火箭呢？它被一个东西推了，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。假设没有看的，它被一个东西推了。是啊。它产生了每秒一公尺的加速度。啊。它是一万公斤的质量。啊哈。所以这个力量有多大？一万牛顿。一万牛顿非常好。这我投入，等一下，把这搞完，搞定哈，一万牛顿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知道了，是谁推他？是他自己推给空气，然后空气再做反应作用。没有吧？应该都在太空，太空没有空气。它里面有空气、啊。空气从他身上推出去的、啊。有吗？当然有啊。他自己太空没有屁哦。其实不是空气，是二氧化碳，还有一些怪怪的东西。就是二氧化碳，刚讲的是二氧化碳，二氧化碳是空气啊，是啊，他把二氧化碳揪出去，二氧化碳给他一个反作用力，这个反作用力你知道多大？一万牛顿。一万牛顿。所以就是太空船推那个二氧化碳推多大力？一万牛顿。一万牛顿的力嘛。好了，所以这二氧化碳被受了一万牛顿的力，希望二氧化碳产生多大加速度？我来消一万牛顿。我有问题。好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走开。这个是不是零点？吃屌了，你也吃四公斤？不是，那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哦，那应该是四点二三分钟。他到底是多少？哦，老兄，我算错了。四点，走开啦！你滚啦！你零点先上来的，你先上来。然后呢？零点四四嘛，然后乘以现在是 a 是问号嘛，然后等于一万牛顿，加上甚至一万三。一万四，好，一万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要买到，然后我们就找到他这个极限，对，所以他就是四四分之四一千，然后乘以百。张云华有问题啦，哈，这个太空梦广告他出一万牛顿，然后这边就变成，人家就是可以陪着吃饭，一二三，所以我们大概就知道他是。结果不重要，我再怎么算就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赵东，你要做吗？我说他怎么在太空中发出一万牛顿的力量啊？无从借力也无从使力。他自己喷的啊！他自己喷出空气了。他在燃料滚啊，喷出来了。你在太空中啊？假设你可以不用穿太空衣，你可以就在太空中，你有对这空气施力。可是你有吸气啊？那边没有空气。你会先往前这样子，然后再往后这样。没有啊，你吸不到气啊。吸在你身体里面啊，啊不就死掉？我说假设，前面不是有加个假设？好，那重点是你推不到空气啊。不能推不到空气，因为太空里没有空气。空气在你里面啊，就让我在太空中拿个石头。啊？我可以把石头丢出去吗？不可以。不能不可以。丢出去你就没石头了。我把石头丢出去，让我们对石头施力。有啊。石头会对我施一个反作用力。会啊。所以我把石头丢向你，会怎么运动？你会好好背石头。对啊，就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对这空气施力还是可以施力，空气再小，它就是物质，有物质它可以承受力。所以你看这空气的加速有多大？是44/10的七次方，有这么大的加速度，对不对？我们刚知道这样写。嗯，对。为什么会累死呢 ？OK， 不好意思，刚因为它抢太快，让你们机会。为什么说太快？因为是刚刚人家子龙也举手了，你就冲啊！我来。你上来，别人还早就想到了。在他举手之前，我就已经冲到前面了。OK， 现在是拜托举手要让主席点名才可以，是不是？是这样子，主席要说谁发言才可以发言，是不是？主席，好。毛主席。那个，其实冠宇也没有算错，冠宇唯一的错的地方是，他太急着把它变成什么十亿，我刚刚问什么十亿来，怎么来的？十亿个来。你要去思考为什么我不建议去换成课，
我不建议换成 Q 为什么？因为牛顿的定律是什么？公斤。是公斤。哦。不要随便换这个单位，你把它换成克之后，你出来的东西不尊敬牛顿。啊，我们尽量就是，既然牛顿就是公斤跟什么 ？ms 平方，那就尽量用这种方式去处理，尽量用这种方式处理。你算出来是牛顿，你如果算的结果是你算出来可能是这边变成克，那这结果是什么？假如这是克的话，就啊，那我们再除，就是千分之一嘛，千分之一牛顿，可是会很复杂，所以尽量不要算单位。算到完。而且刚刚他这样算的结果是不小心把这个四方搞错了，算出来的结果就错了。太不小心。所以说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、很单纯的题目，有问题？没有，没有题目。好，我今天晚上会出一题。放在学社上。你走开，我没关系。我们晚上也没有什么网络可以。那你如果答对的话呢？我们没有网络，就加。没有网络，为什么没有网络？不过九点之后。那不然你给我们网络啊？你要在九点之前偷出来。不是，是要在八点。一下午就偷了，我等下吃完饭就偷了。哦，好啊。啊，如果你没有答对的话，你就可以先截图。前两位答对的加一点。啊，前两位答对，要把答案记得，私讯给我就好，不要公布在公布。高考。对，就直接拜托。他说了。哎，他这一天把你剪进去，我在那边忙了那么久。冠元，加半点嘛，冠元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没有你名字。有。哥哥还错了说，下次继续努力啊，大哥。啊，我们第一个四页的报告，结果才加一点半。好像很不愿意的样子啊！我给你们掉了，不要不要！来，小一拉过来，是吗？是啊，你这边考的退化，小一拉就考掉了。其实简单讲是因为 I'm too powerful。这个是两个头都贴了，就是那个那种按摩棒。I am too powerful。按摩棒是这样的，听起来很招手。就说的嘛，今天要干啥子嘛？造谣。对，就是说。干啥子？哦。啊，就告诉自己。还不知道把它拿出来。是，等一下。被动告诉自己，是被动自己。不要闹。基本上我推他。你这个。你又看见我这些。站着我都拆光我推他，不然一直向着他推我。就你要推我。做另一个车就统计存在。好啊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来不及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超级神手是我们都应该这样讲，我推他。看他讲话。我身体的话，我承认。所以好话不要。对，那反做反。他可能会看到。那你以为我会？不是，我会不会看到？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如果你没看到，我是往前。这样如果手不够长。这个美丽的，我拉到底啊，对不对？虽然说谁，我手不够长，我们先把主动被动的关系拿掉。你看我拉到底，主动被动问题，所以最后你反问问题说，我手不够长。这两个，哇塞，我拉到底啦！这时候一定有反问题的，所以谁最后在谁身上？他不是这样拉的，主动不是那么重要，主动夹带是夹带，第二个就是这个利益是同时发生的，跟彼此作在彼此身上，要不要痛？算了。抓吧，抓那个废物！感觉很痛。那么还住在一起？难道中有多大力？妈的！他是我读的超大力的。对啊。真的强度。所以把他的那个腿划。我靠着墙壁嘛。没错。我靠着墙壁，所以他是变色龙。有。五十亿那还有十亿的加出来的。对，非常厉害。我在太空中两个膝盖一起，这中间有多力？把那个作业一推。相互吸引，就没有相互吸引，就是我吸着你，你同时也吸着我，
我吸的你的力，如果是重力的话，你吸的我力就是哪个重力？哎，小友啊，还没吐呢。什么？我还没吐好。为什么？想喝。要喝。怎么样？能。小气。能。哎，你还欠500块。啊？没有。这是阿福拿的。那你不是用啊？哎，不是，我刚想到，你把我东西弄坏了，这样要不要赔偿这样？到时候他反可能是他出来的结果是虚荣。